这么晚了，你来干嘛？我来找你谈情说爱啊。走吧，咱们去七尺地，我就不信那小红毛还能追进去。母亲，这些日子谢谢你。怎么突然说这些？我虽然创立了万路门，却不懂经营之道，这么多年多谢你把它经营得这么好。再有江武一事，我知道你一直在忍耐。他救了你的命，我虽然不喜欢他，但仍心存感激。况且，再忍耐的不止我一个人。江武这小子又在搞什么？